我现在有一个谜语。好的，请说。你的谜语是什么？今天的谜语，又可怕又臭又好吃的谜语，给你们10秒钟，然后我就要告诉谜底喽。我猜一个吗？先等一下，你先不要猜，让别人猜。好，倒计时，五。6、7、8、9、10，答案是鬼在厕所里吃包子，因为鬼是可怕的，厕所是臭的，包子是好吃的。哦，这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小豆豆来的。窗边的小豆豆。最近特别爱听窗边的小豆豆这个故事，这一本书。好的，谢谢，很有趣啊。Peace.